知道山河真美妙。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正大综艺，我是张舒玉。在我们今天的旅程啊正式开启之前，一块来认识一下现场的二位嘉宾。让我们来欢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辛晓娟。大家好，又见面了。啊，辛老师热爱诗歌旅行，相信今天辛老师在现场，我们又能探索到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极具我们中国式浪漫的旅游资源了。欢迎您，接下来一块来认识一下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主任戴斌，欢迎戴院长。大家好，我是戴斌。哇，欢迎戴院长。戴院长呢也是一位旅行达人哈，今天啊二位做客我们演播室，相信会给我们此行的旅行目的地带来全新的视角。一块来看看今天我们的旅行目的地是哪里，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他们的旅行推荐会是什么呢？鄱阳西南，北望庐山，这里是南昌人的秘密花园。本期正大综艺来到的是文化和旅游部推出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江西省南昌市湾里太平镇。幽翠秀奇的山林里蕴含着音律起源的脉络，鲜香热辣在舌尖，让季节限定和永恒经典的味道相撞。海昏一梦，走进历史深处，找寻现代的痕迹。来到了江西省南昌市湾里太平镇，本地人究竟会推荐我们做什么呢？来到江西省南昌市湾里太平镇，一定要听千古泥音，一定要看美食家刘贺，去新街，呀，兰荣里的，来阿城草堂民宿，去寻找诗歌里的庐山。大家好，我是探访员赛楠，现在我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湾里太平镇。来到这儿，当地人会推荐我们去做些什么呢？现在我手上已经拿到了最终的四个答案，接下来一起跟我一一揭晓吧。看完这个短片啊，最大的感受，我们此行注定是一场跨越时空之旅啊。没错，咱们今天要共同去到的就是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位于鄱阳湖西南梅岭腹地的江西省南昌市湾里太平镇。说到这个地方，二位最向往这里什么？一定有好吃的吧，我觉得可以想去看一看，尝一尝。我特别想去看一看明晃晃的金子。因为啊，在咱们这个江西啊南昌那边出土了海昏侯墓葬里边的非常多的文物，我当时啊是在国家博物馆里看到一小部分，当时就觉得眼睛都给晃花了，那个马蹄金是那么的漂亮，然后当时就特别的想去一下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里边去看一眼。哇，太好了，听完二位的分享啊，我真的是太期待了，我还没去过这地儿。那接下来让我们看看第一站是什么呢？来看看当地人给我们推荐的第一站是什么吧。一定要尝南昌味道。太平镇是南昌人每逢周末假日休闲首选的世外桃源，紧邻南昌市区，来到了这里怎么能不好好品味一番专属于这个城市的味道呢？不过这南昌的好吃的可太多了，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南昌味道呢？咱们去找人问问。南昌炒粉、君山湖的大闸蟹、藕片拌粉，它很辣。南昌的辣度是远远超过了湖南还有四川的。就南昌拌粉，哎，是瓦罐汤。对，君山湖的大闸蟹还是挺有名的，辣椒炒辣椒，牙签牛肉。哦，还有呢，是蛮辣的鸭爪。君山湖大螃蟹就挺不错的，里腰炸辣牛。南昌这边的藕吧。一圈问下来，南昌的美味实在是太多了，但我确实记住了两个关键词，鲜和辣。问了这么久，肚子也饿了，咱们先去尝一尝最有名的南昌拌粉吧。南昌的辣是一种纯纯的辣，其他的味道在辣面前都是绝对的配角。清晨一碗南昌拌粉，新鲜的辣味提神醒脑，筋道的拌粉香味扑鼻，再来上一口甘甜爽口的瓦罐汤，胃里暖洋洋的舒坦。虽然辣是主旋律，但每个季节的南昌还是有专属于这个季节的味道。距离太平镇不到两个小时车程的君山湖，
水域与鄱阳湖相通，这君山湖里的大闸蟹一定不能错过。师傅，咱们捞大闸蟹的地方还有多远呀？还有100米左右。那边浮标的那儿是吗？是。这就是我们要捞大闸蟹的位置了哈。是。来，咱们往上拉。哇，好沉啊这个。好，那我来了。哇，你来。哇，我看到了好多大闸蟹呀，在这儿，而且特别有活力，一直在这个往上爬。今天有口福了。哇，看到了吗？哇，要吃大闸蟹，咱们就要吃最最最最最鲜的。我今天是带的锅来的，看，我今天要在船上吃到最新鲜的君山湖大闸蟹，哈哈！看到了吗？一打开是一个满蟹黄的母蟹，诱不诱人？想不想吃？我替大家先尝一尝。想不想吃？想不想来一口？本身蟹就很鲜美，秋天的蟹就很肥，再加上在船上吃的这种体验，哇，有没有很羡慕我？我们本地还有别的吃法。还有别的吃法？你不早说呀！那本地人习惯怎么吃啊？辣椒红烧。等一下，你带些螃蟹去我们镇上加工一点。我们去吃辣烧螃蟹，走。好。还能吃得下呀？海鲜河鲜不占肚子，走。南昌人独特的闸蟹料理离不开江西人永恒的鲜辣，与川沪地区的辣椒爆炒不同，赣菜的辣讲究烧制，温火慢炖，让辛辣蔓延到每一滴汤汁之中。哇怪不得中午的大哥推荐我说，除了要吃最新鲜的清蒸大闸蟹之外，一定要过来尝一尝这种香辣的，这才是能代表南昌味道的。吸这个蟹肉的时候，你都要小心一点，你感觉一口把那个香辣蟹的鲜香味都能吸到鼻子里面，但是这种蟹吃的才过瘾。哇，秋风起，蟹脚肥，这是专属于这个季节的南昌鲜美。与苏沪地区精致的吃蟹方式不同，南昌味道里的大闸蟹历来没有小巧的吃蟹工具，手嘴并用，清蒸不蘸蟹醋，红烧满是辣椒，要么是极致的鲜，要么是极致的辣，正如南昌老表的性子，直来直去，没有折中。打开，慢点。腿拔不出来了，猜猜这是在干什么呢？俗话说得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为了找到南昌人从小吃到大的另一个美味——凉拌藕片，所以我今天有请大哥带我到了这个藕田里，要找到最新鲜最美味的藕，要找一个藕王出来。大哥，那我怎么知道哪一个荷叶底下的这个藕是最大最好的呢？荷叶杆子壮，它就是藕就是好大。哦，就是它比较粗是吗？哎，对。我看上那个了，我觉得那个肯定就是最粗，藕是最美味的。啊，找到它了！大哥，我找到它了，那我怎么把这个藕挖出来呀？用这个水枪，高压水枪，它里面冲一下。你哪个方向找，你去哪个方向冲。我放下这个吧。那你手下，你在这里，你到这里，你把手拿到这个地方来。好，我过去。底下有个藕，这藕大。就大是吧？嘿嘿。那你跟我手后面，你跟我手后面。手后面。哇！哎。好粗的一个藕啊！我家手工应该有这么粗吧？这藕大，这藕大。就大是吧？嘿嘿。
算是正常的藕了吧？那差不多，也正算大藕了。这算是大藕了。啊。哎，那这么长的藕，它哪一节是最好吃的呢？偏好吃。哦，最嫩的这个是吧？呀！简单的食材，最传统的调味，最通俗的美味中，浸润着南昌人热辣鲜活的生活。当天晚上，我有幸加入了当地人的一场聚会，品尝了一桌热辣鲜香的地道南昌味。要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最中间的这个藕，为什么它在最中间？因为它今天是我自己下去把这个藕拔出来、挖出来的。快，大家试一下这个藕片。这个藕是那种有点粉糯的，是吧？然后特别的辣，你一入口，越嚼它就嘎吱嘎吱，这个粉糯的这个辣味就散开了。而且属于。越吃越辣，越辣越想吃的那种，是吧？啊，就是我们小时候学校门口都有很多这种卖这种藕片的老奶奶，然后就是拿这种拌的那种碗吧，就类似于这种不锈钢的碗。拌的时候我们就是买这种，放学之后就会买个5毛钱，然后后面拿个塑料袋给你一装，然后就是边放学路上边走边吃。所以对于你们来说，可能这个藕片它不仅是好吃爽口，而且还是有童年回忆的哈。再看，这是我们南昌的特色哈，藜蒿炒腊肉，很不错的一个菜。洪阳葡萄炒，南昌人的宝。南昌人的宝，就是这个藜蒿。哎，这个用咱们南昌话怎么说？藜蒿炒腊妞。藜蒿炒腊妞。对。藜蒿炒腊妞，尝一尝哈。很不错的。大家尝一下这个杂素。杂素。对，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那个北方的那个大杂烩是吧？大杂烩的一样的，差不多，味道特别好的。尝一下杂素。但我吃起来它还很清淡哈。对，来放个杯，来吃好喝好。香辣的拌粉将南昌人的喜怒哀乐拌进生活，端着凉拌藕片的手也端着这片土地上的儿时记忆，肥美的大闸蟹牵着君山湖每一个秋天的潮起潮落，湖羹和杂素浓稠的汤羹中汇聚着艰难日子里团圆的欣喜。如果说南昌味道的主旋律是鲜辣，那鲜的便是这片土地上蓬勃的生命力，辣的是属于这里的人们红红火火的美好生活。真是太热闹了，不愧大家说嘛，四方食是不过一碗人间烟火，美食就是代表着每一个城市专属的记忆。其实一提起吃辣这件事儿，很多朋友自然会跟川菜呀、湘菜呀这些菜系挂钩。其实江西菜真的是隐藏的吃辣王者。辛老师是四川人，跟咱们四川这种麻辣，您觉得最大的差别在哪？四川的辣呢，它如果光说辣，其实并不是特别突出的。你说的江西呀，还有武汉，那都有的时候辣起来能甩我们两条街呀。如果把江西啊、武汉人啊叫到咱们四川来吃火锅，他们可能对那个辣味呀不屑一顾，还没咱们家辣呢。但是吃半个小时不行了，麻的呀。咱们那个火锅里边除了辣椒以外，还有大量的花椒。贵州的朋友还要投一票呢。贵州说，我们家家户户每家每户必有一罐糟辣椒。贵州的辣味它又增加了酸味嘛。因为这个古代哈、这个贵州那个地方呢，它第一呢是山区，它本身不产盐，所以他们有的时候呢，为了能够下饭哈、会增加很多的酸味。所以贵州的菜啊，往往是那个酸笋加辣椒，就咱们吃的那个螺蛳粉啊这一类的那个味道是差不多的。咱们刚才看到短片里面，连刚刚捕捞上的蟹呀，一提起吃螃蟹，我马上就能想到有句俗语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究竟谁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历史上它有一个传说，就当年啊，这个大禹手下有一个官员叫巴蟹，这个官员呢，去当时疏浚河道的时候，看到了水里面有很多横行霸道的这个叫吃人的虫子一样的，当时就影响到他的军心嘛。这个东西这个怎么抓也抓不住它，用这个水淹也淹不了它，火攻把它把很多螃蟹给烧死，这杀死了。杀死以后呢，他怕它再去繁衍它，所以就带头就吃了这个螃蟹。
一到了秋天，蟹焗酒对于咱们中国古人来讲，那应该算是仲秋三友了哈。对，一到了初秋时节，这个时候黄多，然后油满，正是吃蟹的好时候。说咱们中国古人啊，日常开始已经能够享受蟹这种美味了，要从什么时候说起呢？哦，那就可早可早了。其实，在良渚的这个遗址里边，就发现了大量的蟹壳。文献里也有记载啊，在这个《礼记》里边啊，郑玄作注的时候就说啊，当时呢那个要上贡啊，供给天子的食谱里边就有荆州之鱼，哎，荆州的鱼很著名嘛，还有就是青州之蟹须，那个蟹须啊就应该是蟹酱的意思。那到了这个后来啊，这个螃蟹啊越来越进入我们的生活，不仅是进入了生活啊，还成为一种非常风雅的象征。比如说魏晋时候啊，有一个名士。这个名士呢叫做毕卓，他呢说过一段非常有名的话，他说一手持蟹螯，就一只手拿着螃蟹的这个大夹子啊，一手持酒杯，对吧？便足了一生啊，这辈子没白活呀，足了，对对对。所以你看呀，这个呀就变成了一个秋季限定的名士套餐，吃出文化味来了，太有趣了。来吧，咱们一起看看，来到了太平镇，下一站咱们去哪儿呢？来看看当地人给我们推荐的下一站是什么吧，一定要看望美食家刘贺。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距离太平镇只有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也是个不容错过的好地方。那至于为什么他是位美食家呢？走，咱们去找找答案。海昏侯墓是距今2000多年前西汉海昏侯刘贺的墓葬。刘贺33年的短暂人生跌宕起伏，经历了从王侯到皇帝，被贬为庶民，又再次封侯的传奇人生。海昏侯墓也是中国迄今为止保存最好、文物最为丰富的西汉列侯墓葬。范馆长，我看这灯上写了南昌两个字，是说咱们现在的南昌吗？是的，这是我们现在目前发现最早有关南昌二字的实物资料。刘邦建立西汉王朝之后呢，在全国推行郡县制，江西呢当时名为豫章郡，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和大小和现在是相当的。它当时呢下辖有18个县，就包括有南昌、海昏，现在的这个梅岭的太平镇也在这个地域范围内。馆长告诉我，海昏侯虽然只当了27天的皇帝，但海昏二字可不是说他很昏庸的意思。过去的百姓将看不到边界的湖称为海，而海昏县又位于鄱阳湖西面，正好是日落黄昏的方向，因此称为海昏。是先有了海昏县，然后呢才有海昏侯刘贺。鄱阳湖漫长的变迁为海昏侯墓葬造就了一道天然的保护屏障，无氧环境让文物得以更长久的保存，长久淹没于水下也让他们少受历代盗墓贼的干扰。美食家称号的由来就是来自墓中出土的这些或精美或豪横的美食器具。有一个文物有点熟悉啊，似曾相识，我们家就有一个，这不是我妈给我带午饭的保温桶吗？这个呢确实是一件这个保温的石器。真的是保温石器啊。对，而且呢我们在出土的时候里面还有这个鸡骨头的这个残留，所以它可能装的是鸡汤吗？有可能。真的很神奇，你说跨越了2000多年，我们用着相似的保温桶，喝着一样的鸡汤，这种感觉真的好奇妙呀。饱满肥嫩的鸡肉来自鄱阳湖的清水，辅以简单的食盐调味。2000年前刘贺的这壶鸡汤与今天并无不同，一件穿越时空的文物，连接了时间两端同样的幸福情绪。说起来，之前在资料中看到海昏侯墓中还有不少和食物有关的文物，这其中还有一个大家伙，
这个是我最期待的一个，它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这个呢我们叫做蒸煮器。它呢其实不是连在一起的，它由三个部分组成。我们看到上面是盖，然后呢中间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容器呢我们称之它为甑，然后下面这个部分呢其实它们是分开的，它是叫做釜。釜，下面的釜呢装水，釜下面会生火，然后呢在这个大的甑的容器当中放食物。这么豪横的蒸锅，不愧是海昏侯。不过这西汉列侯蒸锅里残留的芋头和菱角也和我小时候的早餐一样了。也有专家推测说它可能是蒸馏酒的，也有推测它是提纯花露水的。花露水，我们现在呢就即将呢希望将这一件器物呢做成一个1:1的这个仿制品，然后对它进行试验。对，就是你猜我猜他猜都不如真真实践一下，我觉得这个也是考古的一种乐趣吧。除了这些，刘贺墓中还出土了各种精美的酒器石器，如今的他们伫立在玻璃展柜中，向往来的游客诉说着千百年前海昏侯对美食的尊重和追求。美食家只是刘贺的一重身份，要说到海昏侯墓中最备受关注的，怕就是让考古学家数钱数到手抽筋的钱山和黄金了。来都来了，一起去看看吧。哇，好多钱呀，大家能看到吗？一整面墙都是五铢钱，这都是从刘贺的墓里出土的吗？是的，在刘贺墓呢一共出土了这个五铢钱多达10余吨。用吨来计算的钱，那这一贯钱我看着这是两行穿起来的，看着挺沉的，这应该是有多少枚啊？是1000枚。然后呢在海昏侯刘贺墓里呢它是有5000枚为一串。那这一贯钱我看着挺沉的，沉甸甸的，能有多重呢？它之所以叫五铢钱，其实是以它重量来命名的。当时铢呢就是在汉代是一个计量单位，一铢呢大概是换算成现在的话应该是0.67克左右，所以一枚五铢钱的重量大概是3.5克左右。那一贯钱就是1000枚，大概是7斤。我们都说这个富豪是腰缠万贯，1万贯的话就是35吨的钱，谁出门能缠35吨的钱？不敢缠，不敢缠，确实是很豪横。除了这些，海昏侯墓葬中对于目前考古学界价值最高的，莫过于其中出土的孔子像七一镜。馆长，这个就是海昏侯墓里最有名的孔子七一镜了哈。是的，孔子像七一镜呢有两部分所组成，一部分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由漆器制作的这个七一镜的镜匣，还有一面呢是这个镶嵌在里面的青铜镜。在这个镜匣的背面就是会有这个孔子及其弟子的画像，这个也是我们国家目前所发现最早的孔子画像。大家看到最上面的这个孔子画像了吗？之前在我的想象当中他可能是一个略微富态的这种儒者形象，但现在告诉我他是一个高大威猛的样子，彻底颠覆了我的想象。除了七一镜，海昏侯墓葬中还保存了大量的竹简，其中还发现了失传几千年的齐轮语，里面可能隐藏着更多关于历史的答案。除了已经展出的文物，我还有幸来到了文物修复室，见证了正在修复的七耳碑。虽然他们此刻因为未完成修复还没有自己专属的名字，但七耳碑上每一个斑驳的裂痕，翘起的漆皮，仿佛都满怀着浩浩汤汤的前尘往事，等待着被倾听，被记忆。而这些小心翼翼的修复师们，正是能听懂这些穿越历史的耳语的守护者。打卡一座城市，博物馆是不容错过的重要一站。在这里，我们看到了2000年前太平镇的拥有者跌宕起伏的人生，也在过去中看到了当下，看到了现代与古代文明的连接。那么问题来了，江西菜以辣著称，那么大美食家刘贺是不是也爱吃辣椒呢？
一望两千年，汉风今犹在呀！看完这个海昏侯墓出土的这些文物，不仅是清晰完整的反映出了刘贺传奇的一生，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大汉王朝的盛世风华。这个小问题挺有趣儿的。其实咱们上一个短片刚刚讲完，说江西人太爱吃辣了，这辣味儿啊，跟别的地方都无法比拟。那刘贺会爱吃辣吗？应该不会，历史上他不是江西本地人。他当时做完27天的皇帝被贬到这里来，那他当时在现在山东的那个地方并不吃辣。所以我觉得他不会吃辣的。首先他肯定不会吃我们今天的辣了，因为辣椒是外来物种，是明代以后才引进的，是从美洲引进的。所以呢，不管他口味怎么样，肯定不吃咱们今天的辣，是真的。这么看来，不仅从身份上啊，还是从年代上，都足以证明刘贺或许不太爱吃辣椒。看看我们猜没猜对。辣椒是明朝的时候传入中国的，刘贺所处的西汉年代是无法吃到辣椒的。你答对了吗？答对了。其实啊，我们刚才出的这一个小题，算是我们了解海昏侯墓的一个很好玩的小切口。听说还有好多好玩的出土文物，比如说有像小朋友玩具一样的这种器物。这个海昏侯刘贺，他的一个四子啊，又说他的这个四子叫什么呢？叫刘充国。这个孩子呀，当时下葬的时候是未成年的。而且呢，他是在刘贺，就是他父亲啊去世不到40天左右，然后他也就去世了，可能是伤心过度或者怎么样的。那么在他的这个墓葬里边呢，就出土了很多像儿童玩具一样的东西，比如说哈，有一个鎏金的青铜虎，它呢是做成老虎的样子，但是下边有四个轮子，可以用手啊拖着这么走，就是我们今天小孩哎小朋友们玩的那个拖着什么鸭子呀，然后什么的小可爱的兔子呀这样的。而且呢，由于他经常玩呀，那个老虎的尾巴呀其实都给他摸秃了，可以想象一下。咱们今天共同走进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来到这里让海昏文明看得着、听得见、可触摸。很多朋友来这里有很多很多的收获。那么下一站我们去哪里呢？秋高气爽，微风习习，来看看当地人给我们推荐的下一站是去做什么吧。一定要寻找诗歌里的庐山。太平镇处于被称为南昌小庐山的梅岭之中，自古以来要说到我国诗人云集的地方，距离此处不到2个小时车程的庐山绝对榜上有名，我们去那里看看吧。在云雾缭绕的庐山顶上，藏匿着这样一个云中山城，这里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庐山游客的大本营。寻找诗歌里的庐山，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吧。真不能小瞧这漫漫登山路，刚爬一会儿就累了，而且这个台阶你看到了吗？很窄又陡，我一直是在手脚并用的往上爬，但我觉得山上肯定还有更美的风景，冲！哇，看到了吗？五老峰在那边，像5个老人搭肩膀在一起。庐山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之美名，在历史上也备受文人墨客的偏爱。先后曾有3500多位文人登上庐山，留下了超过16000首关于庐山的诗词。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霄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揽结，吾将此地朝云松。望着与当年大诗人李白看到的同样的景色，绝美的诗词穿越千年回响在我的耳边，我好像明白了，在那个没有网络的时代，庐山是通过什么吸引了全天下的诗人争先来到这里。气候条件好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儿远眺到几十公里外的庐山市区和鄱阳湖，这也就是韩浦口名字的由来了。171座不同的山峰组合变换，
在庐山，每一步旅行都能看到别样的景致。据传说，婉约静谧的如琴湖湖底静静躺着唐代大林寺的遗址。在古诗意境下的庐山，可以追一次汉服风潮，完成一次惊艳的国风美拍。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白居易当年就是在这里找到了春天的归处。虽然他当时到访留宿的大林寺如今已经看不到了，但是这些美景带给他的震撼通过诗歌流传了下来。如今我走在这条路上，好像依稀可以想象当年的盛景。哇，好像每一面的庐山都有它独特的美。那首诗怎么说来着？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好像每一面庐山的美都有一首优美的诗。这些跨越历史长河依然引人共鸣的诗词名句，让庐山山间弥漫的云雾都染上了文艺气息。电影《庐山恋》也在这里诞生。电影中在庐山背景下打破时代隔阂的浪漫爱情和新中国银幕第一吻，吸引了无数游客慕名而来，也就此为庐山打上了爱情的印记。同一部影片上万次的轮回播放，让这座只放映一部电影的小小影院也成为了庐山的文艺符号之一。一幕中的有情人在这里一见倾心，用热烈的爱情弥合了时代造就的隔阂。一幕外的放映员也因电影《庐山恋》而结缘，携手放映40余载，用相伴的余生延续了电影中的浪漫。这就是庐山的文艺脉络，在历史深处是笔墨浸润的山川河流，在今时今日是岁月织就的相濡以沫。走进庐山，读一首古诗，看一部老电影，庐山历久弥新的浪漫依然在延续。那么问题来了，《庐山恋》是世界上同一影院连续放映时间最长的电影，你觉得这是真的吗？哇，真的是塞南带着我们走了一场充满文艺和浪漫气息的旅程。不过话说回来，给咱们提了一个小问题。应该是真的。我觉得也是啊，因为他说40年。哎，到底是不是真的呢？1980年7月12日，电影《庐山恋》在庐山上的这座小小的电影院首映。2002年，吉尼斯世界纪录英国总部正式授予中国电影《庐山恋》世界上在同一影院连续放映时间最长的电影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你答对了吗？哇，原来是真的呀。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走到过这家电影院去看，期待有一天走进去之后也是参与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我特别想听听二位心中怎么来形容庐山呢？我心目当中的庐山，首先它是一个诗歌之山，那第二个呢是庐山是个避暑胜地，第三个呢，庐山也是一个政治之山，有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是在庐山上这个发生的，都是记忆了很多近代历史的发生的场景。是以前有过一个人啊，他把中国的这个三山五岳著名的都拟人化了，比如说嵩山像一个长者，然后泰山像一个帝王，华山是一个侠客。那么我们就说到庐山了，庐山是什么样的形象？隐士。我们想一开始啊，为什么庐山又叫匡庐呢？就传说里边啊，就说一个叫匡俗的这样一个隐士，他进入庐山之后啊，这个君王去征召他，还有后人去寻找他都找不到了，所以大家觉得呀，这个是个神仙的隐居之地。由于啊，他名字叫匡俗嘛，所以叫匡庐。据说呢，是到了宋代，为了避赵匡胤的这个名讳，所以才把这个匡字给取消掉了。那从那之后啊，庐山就和隐士有不解之缘啊。
秦老师，我特别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年代哈，怎么庐山就成了一个文人墨客的集散地一样？哎，首先啊，古人虽然没有我们这个手机上的朋友圈，他们尤其是大诗人写了诗啊，传递的是很快的。他们有的时候呢会题在像墙壁上，有的时候呢是题在一些什么柱子呀、桥啊，这些都有可能的。第二就是说，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庐山？因为这种隐士的这个气质特别的戳中中国古代的文人。中国古代的文人啊，就是不断的在出世和隐居之间啊，在那里做平衡，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打卡上班回去之后呢，就想找个地方啊，这样的一个闲居一下，稍微的疗愈一下我们疲惫的心灵。那我们就一定会去找那种啊，在历史上它既有文化的底蕴，然后有山清水秀的地方。而庐山呢，它本来就是一个隐逸之地，它有强烈的这样的一个隐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传统，所以文人嘛，当然就纷至沓来了。不要过去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吹号题诗在上头。那有些这么好的诗，我为什么我不能再去提了呢？因为你写不好，别人拿那个灰啊把你抹了，抹了就传不出去了。那因为他是吹号的诗太好了，就没人把它抹掉。也就是说，这个诗好的时候，通过时间，通过口碑对它进行选择。所以看上去没有现在的传播手段，它通过口碑的传播，反而把最精品的留下来了。那么下一站我们去哪里呢？来看看当地人给我们推荐的下一站是什么吧。来到太平镇，一定要听千古遗音。这千古遗音在哪儿能听到呢？跟太平镇又有什么样的联系呢？我提前做过功课了，多少还是有点头绪的，跟我走吧。太平镇位于南昌市一江之隔的梅岭国家森林公园之内，在距离小镇14公里的不远处，有一个名为洪崖丹井的地方。这里是历史上著名的豫章十景之一，相传这里也是华夏音律诞生的地方。《吕氏春秋》里曾经记载，凌伦受皇帝之命创制音律，为此从大夏之西走到昆仑之阴。梅岭洪崖就是凌伦最终定居的地方，他洪崖先生之名也由此而来，因此自古便有传说，这里就是凌伦创造音律之地。是觅得知音的好地方，循着悠扬的琴声，我找到了南昌大学的古琴老师万贝老师。那咱们这个古琴算不算是最古老的遗音呢？是的，古琴是中国最古老的弹拨类乐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了。而且古琴的形制众多，这床琴呢是伏羲式。这些古琴会有哪些方面的不同吗？是弦还是形状造型不同？是外面轮廓造型的不同。古琴呢，它有3种不同的音色。首先我向你介绍第一种，就是它的空弦音。第二种呢，非常的空灵，泛音。这个好灵巧呀。第三种声音呢是比较变化的，叫做滑音。在音乐人的朝圣地，没有半分音乐基础的我，也感觉自己仿佛可以触摸到音律奥义的大门。万老师，我听说这里相传是洪崖先生凌伦创制音律的地方，是吗？是的，凌伦呢，他被称为乐祖。这里曾经有一座唐朝时期就修建的紫清宫，用来供奉凌伦的画像。后来呢，毁于战争，在2000年左右，又重新修建了这座紫清宫，现在称为月神宫，用来延续供奉凌伦。也就是说，人们把这个地方认定为音律诞生的地方，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1000多年了。是的。
这边呢就是非常有名的洪崖石刻啦。哦，我看到了，在这儿。对，那里的石刻是宋代时期文人志士慕名而来，寻找传说中灵轮捣药时用过的药杵而留下来的。哦，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哦，1000多年了。对的。那是不是也说明人们从古至今就都相信这里是灵轮唱制音律的地方？灵轮的传说一直延续至今，说明这个地方和音律的诞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古老音律的发源地，从那时起诞生的悠扬的旋律，也在如今的太平镇上迸发着蓬勃的生命力。位于太平镇核心区域的太平新街，凭借其浓郁的音乐氛围和南昌市区近郊的地理优势，成为南昌人每逢周末假日驱车前来享受悠然闲适慢生活的后花园。我退休以后，我就去了洪崖丹井。洪崖丹井那里供奉着我们的祖师爷灵轮，他定律他就是竹子定的。我学了3年多，其实我1年多我就吹响，而且吹能吹曲子，而且还参加了南昌那个艺术节，拿了个2等奖。哇！老师们也会跟就比如说年轻人或者玩现代乐器的年轻人在一起玩，也会对，大家能够在一起开心就是好的。开心就是最重要的。对对对。要回过来啊。啊，要回过来。有一点点了。我确实要说实话。挺灵的，挺灵的。我是完全没有有任何的操作，都是老师把着我的手，然后去调换各种各样的角度。对对。哇，这个乐器真的太神奇了。这乐器是叫什么名字？我从来没有见过。剧琴。对，它这个原理就是你找到它的发音点，一个振动点。啊、哦。完了之后，这个宽的部分，它的振动频率就低，它就是低音嘛。啊、哦，我试一下。窄的部分就是振动频率高，就高音了。老师还给你。剧琴在我们国家有100多年的历史，完了之后我们中国有中国剧琴学会。那这个您玩多久了呀？这个玩了16年了。哦，16年了。那比如说我现在如果随便哼一个调，您能把它拉出来吗？可以啊，我想一个啊。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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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犬相闻的小镇上，这边音乐人的聚会还未停止，那边脍炙人口的好戏已经开场。我家要飞去的，你记得我多久吗？哎，不行不行，你耽误了我的路程，我也飞不了家了。今天呢，我要捧吻捧吻你。采茶戏是太平镇几乎每个长假的保留项目，来到这后花园度假的很多人也是专程为了这一嗓子传统戏曲而来。天色渐晚，华灯初上，充满音乐的夜生活开始了。从灵轮奏响的第一个音符开始，美妙的旋律好像从未离开过这个小镇。传说中音乐在这里诞生，现实里的太平镇上，音乐以古典和现代相互交融的方式在这里传承，跨越了几千年漫长的时间，承载着我们永恒的喜怒哀乐，融入骨血，抵达心灵。
那么问题来了，传说中林伦最早是用什么创制了音律呢？哦，真是一场余音绕梁的音乐之旅啊。哦，看完这个短片，我觉得我们这个旅行探访员赛楠好像一下和他以往的状态不太一样了，这一次好像更沉下心来浸润在音乐之中，太温柔了。对，赛楠刚才呢给咱们提了个小问题，说林伦造乐的过程中呢有个好玩的小问题，究竟是用什么创制了音律呢？我觉得先问问戴院长吧。这个一下把我难住了，按照我想的话所有的音乐它都是跟节奏旋律是有关系的，那我在我感觉中节奏可能会优先于旋律，所以它用什么来创制的呢？可能跟当时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关系。哎，我想可能跟农具和石板有关。哎，其实啊，戴院长说的非常对哈，就说咱们最早的音乐肯定是和生产劳动有关的，但是呢咱们得说它太平镇的传说是什么。其实啊有一个小剧透的，一开始就出现了林伦的雕塑。你看那个雕塑手里边捧的是什么，戴院长？竹竿、笛子。竹子，对 对, 对，是竹子。咱们来看看正确答案。竹子。相传林伦游历到梅岭的时候，听到这里的天然泉音，获得灵感，结合之前游历所得，用不同粗细的竹子模仿凤凰的叫声，六根模仿凤的鸣叫称为阳律，另外六根模仿黄的鸣叫称为音律。你答对了吗？哇，原来是这样。音律是来源于吹奏竹子时气流产生的这个声音。对，其实我们在短片里面看到了，最开始呢赛楠是跟着一位老师学习弹拨古琴，它真的是与喧嚣完全相反的一种纯粹的静的声音。其实这么说来，你看历朝历代咱们反而能想到的这些文学作品也好，这些表达也好，好像琴书好像成为了一个复合概念，都是这个士的儒雅精神追求的一种象征。在传统的六艺中间它含有这个音乐，所以这个我要大体上讲，就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音乐它可以娱乐，可以怡情，那么对于这个再往上这个过去的知识阶层来说，它也可以修身养性。再次感谢二位嘉宾。亲爱的朋友们，咱们今天共同走进了由文化和旅游部推出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江西省南昌市湾里太平镇。如果你想感受一场怡然自得的小镇慢生活，或者品尝热辣鲜香的南昌特色美食，又或者你想开启一场文艺浪漫之旅，那么太平镇都将会是你不错的选择。期待朋友们有机会可以亲自来这里旅行打卡。再一次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本期正大综艺节目的最后，别忘了我们的口号：不看不知道，山河真美妙。朋友们，再见！再见。